阿芬，小敏姐，你今麦干何样？我有代志想要请教。哦，你遐坐啊。什么代志？嗯，是阮前阿的代志啦，阿伊都想要甲我继续做伙。哦，这有什么通问诶？你若是对伊阁有感情哦，阿伊嘛有改变，安尼你就答应伊啊。啊，若是无，你就莫睬伊啊。我对伊无感情，是款关系，帮我会当转去。这若是甲囡仔有关系，啊，这问题都无遐尼单纯。我是咧想，我若是拒绝甲阮前翁做伙，是毋是代表我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人？我问你哦，你的前翁想要甲你挽回，啊，伊敢有做甚物改变？我是有感受到伊的改变，啊，不过真正问题还是无法度解决啦。你捌讲过？最大的问题是妈妈对吧？我唔知道我到底要怎做。嗯，你敢阁会记得我捌甲你讲过，做妈妈的若是无快乐，安尼囡仔嘛会无快乐。我知影宽宽哦，就希望你会当回去。啊，不过你都要想好清楚哦，你做这个决定，敢真正对宽宽是上好的。你原本的问题若是无解决。啊！你回去以后，恁同款的冤家，同款安尼无快乐，款款若是看到伊会安那想？我常常咧想，我安尼做对还是唔对？我是毋是伤过自私？若是当初我拍赢官司，摕到款款的监护权，该留伫我身躯边，该比亲妈搁较好。伊毋但是我的囡仔，嘛是阮前翁的囡仔，阮同款爱伊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毋知我还应该安怎做。嘉芬，世间哦无上好的选择，啊，不过你要相信你家己，只要你是真心为着宽宽好，安尼就够。结果是好也是歹，这无人会当知影。只要你伫咧做选择之前哦，先问家己的心，只要有法度过家己这关，安尼你就大胆去做啊，其他的代志哦，就靠天公伯去烦恼啦。小敏姐，多谢你支持我。是讲成功呢？成功哦！我甲伊讲过啊，我即卖无心思哦，乱爱做朋友哦，较自在，伊嘛会当体谅我的决定。安尼就好啦。我希望哦，你厝内面的代志会当赶紧解决。啊，若是佮有甚物需要，你随时来找我，吼。好。麻烦你。冰嫂，哎，嘉芬，你嘛来啊？我提加蛋来，我讲你拄有心哦，甲你抱一下。啊！反正我袂记你啊。秀美，哎，嘉芬是疑似，疑似阿伯确定。嘿啦嘿，疑似啦，疑似啦。啊，我刚刚就是啊。秀美，我疑似，恭喜你。哎，做妈妈真欢喜的吼，啊，开始炒话呗。我之前有看看的时阵，我嘛一直吐的，啥物物件拢食袂落，阿边讲食嘛吐出来。啊，无啦，我无遐尼严重，我未开始。哎，加汤啉啉命吼，啊才有本钱通吐。啊，爸爸。啊，过问，啊都。不好意思。嗯嗯。你哪敢比我较欢喜啊？啊，本来都爱欢喜啊，无你搁我艰苦。嘉芬，你爱记哦，这是仪式，这无卡定哦，你爱替我保守秘密哦。啊，若无留卡，伊两个哦，哄上头呢。问真，我啥？啊，你敢有甲阿先讲？啊，伊有啥物反应？伊就讲结婚啊，做户口啊。哦吼，恭喜呢，迄祥喜临门啊！即摆我总算会当放心吗？秀敏姐，恭喜！嗯，爱板凳。哎、欸，我都还袂答应伊诶，要神气哦，欺负我十几年啊呢，顺便趁这个机会来刁钱。哎、欸，你莫生过头哦，啊若无吼，阿叔咧，我头最早，
你还阁爱继续等十五年呢？啊，我嘛袂当这么简单就予伊拍到手啊！哎呦，拢甲人有囝，还阁咧计较，袂好啊！只阁三分。哎、欸，我是感觉吼，查某囡仔较好啊，较大心。啊，毋过阮兜看看嘛，就大心啊，查某嘛袂歹。啊，无安尼，若要生两个，双胞胎。哎，加分。问真。有心啦、啊，有心啦、啊。我哪里？我知影这对你来讲是一个危险，啊，我已经有过啊。万一我若真正生不出来，你敢会？有惊有惊命，无惊天注定。在足久足久以前，我的心边有记忆。我想要替你生一个后生，结果是查甫囡仔。查囡仔好啊，生后生嘛简单啦、啊，就是一直生一直生，生到无止啊。生生的你要教、哦？囡仔你教，请我来谈。你怕什么安怎谈？透早出门，暗时烦恼你是不是会回来的日子？我知啊，你希望我会当手卡洗手啊？要么饲囡仔哪有这简单？还开足侪钱呢？这一般的头路，要哪有可能赚有够开啊？等下咱较俭的啊，我嘛会当出去倒谈。我无希望咱的囡仔伫一个无正常、无安全的环境大汉。我希望甲你过平凡的日子，做平凡的人，就算会搁较辛苦，我嘛甘愿。不是吧？为了咱查某囝，甲七个后生，我一定平安无难事。谁会生这么多啦？至少嘛要生七个。我遐兄弟，若是拢无娶无生，都爱认咱个后生做客囝。啊，咱囝万贯排第一，做老大，你知无？无好笑啊！啊，咱查某囝名，你敢想好啊？嗯，啊袂呢，你敢有想法？想好啊！雨晴，李雨晴，不管拄着啥物代志，拢当雨过天晴。雨晴，这名就好听个呢。雨晴，这是你爸爸替你取的名诶。雨晴，李雨晴，我恁爸啦，我离婚了啦，大家拢叫我姚哥啦。有代志，恁爸去处理啦。雨晴，希望你甲妈妈会当伫个新的人生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手上，啊！你手落来，有啥物怕死？好好安胎，做囡仔生来。这次我一定要好好保护秀敏和孩子，绝对不能再有任何的危害。妈咪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家？爸爸还没回来啊？你爸去打球，没这么紧啊？叫我回来，家己搁晚到，爸都野啦。恁爸足无闲的，当然是你爱等伊啊。啊对啦，恁爸有讲哦，恁若是无想要读册哦，会当带我去公司学做生理。我才袂，去公司上班足无聊，我无兴趣啦。小等恁爸回来啊，你家己甲伊讲。
妈妈，我感觉开一间咖啡厅，感觉袂歹呢。你是够想要变什么出头？我今日去一间叫做“林咖啡”的咖啡厅，伫巷仔内底，足有气氛哦。我感觉会当做80年代复古风，会阁较有特色。你是不是够识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，要找你开咖啡厅？不是啦，是我对迄个咖啡厅的头家足有兴趣的哦。我跟你讲，连爸爸拢足尊敬伊的，阁爱我叫伊阿伯，阁爱叫阿伯，啊，毋是共乡的尔。我感觉出来，迄个阿伯毋是普通人，伊甲爸爸阁孙子同款，讲话拢有一种兄弟人的开口。啊，兄弟人讲话就有啥物开口？妈咪，你若有机会看到，你就会了解啊。啊，是讲。爸爸过要外久，我真正就枵的啦。妈，你敲电话给伊。你袂用家己敲。好。我嘛有手机啊，我嘛会当家己敲。安怎的心，予咱斗阵相带。思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不怕路。